影片去背，或者是移除影片里的物件，像这样的效果在一般的操作里是很难做到的，而且耗时间。但是我们可以依靠 AI 人工智慧来快速实现这类型的效果，只需要花你不到几秒钟的时间，就可以完成动辄几个小时的操作了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到 Hitpo Object Remover 的官网，点击下载，然后进行简单的安装。来到软体界面后，可以直接选择影片，或者是用左下角的范例。这里可以使用两种操作，也就是我在片头所说的影片去背以及去除影片里的物件。这里先以去除物件来示范。点击后，这里需要逐步把需要去除的物件框选起来，当然框选的范例越多越好。来到下一步，这里选取需要去除的物件，完成选取后可以点右下角的预览，或者直接导出。导出的时长依个人的电脑效能以及影片复杂度而决定，等待几秒之后就完成了。这里我们来看看效果。接下来影片去背，回来到主页，选择需要去背的影片，然后选择影片去背。这里可以选择绿幕或者保持透明，如果是保持透明的话，软体会使用 WebM 格式来储存，因为 WebM 是可以使用透明影片的，与 PNG 格式的原理类似。这里可以直接导出。好的，完成了，我们来看看效果。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绍啦。如果大家想要体验 AI 人工智慧的话，可以来到 Hitpo Object Remover 的官网直接下载来试用看看。那么今天这部教学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